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盛唐诗人当中啊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怪圈，杜甫呢崇拜李白，为李白写下了“白也诗无敌，飘然思不群”的诗句，而李白呢爱孟浩然，留下了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”的表白。那孟浩然呢又和王维互为知己，据说呀，精通绘画的王维呢几乎不给当朝人画人物的肖像，但是呢却给孟浩然一个人就画了三张，可见两人的友情呢是十分的深厚。尽管孟浩然要大王维十多岁，但是呢成名却比王维要晚得多。40岁的时候啊，他曾经去过长安应考，结果呢没有考中。有一种说法呢，孟浩然落榜之后啊，曾经在王维的家中见过唐玄宗，玄宗呢就请他说一说最近写的一些诗，他就念了一首，其中呢有一句：“不才民主气，多病故人书。”结果呢可想而知，自然是惹得龙颜不悦。皇帝说呢：“不是我不重用你，是你自己呀，不求上进，怎么能诬赖我呢？”这个故事呢是《新唐书》里头记载的，看得出孟浩然这种很难在官场中生存的个性是众所周知的。或许呢，他也非常了解自己的这种性格，从此啊就回到襄阳城外的祖宅中隐居，一生再也没有求取过功名。临行前呢，孟浩然留了一首诗作送给王维，表达了对好友的那种不舍和无奈，让我们一起来品读。留别王维，唐·孟浩然。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当路谁相甲，知音是所惜。只应守寂寞，还眼故园扉。刚才我们朗读的这首诗呢，是孟浩然的《留别王维》。寂寂竟何待，朝朝空自归。寂寂两字呢，表现了作者的现状，一个落地世子，没有人来理睬，更没有人来陪伴，真是门前冷落鞍马稀。在这种情形之下呢，长安虽好，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，只有空自归。欲寻芳草去，惜与故人违。芳草这个词呢，是来自离骚，和昔日之芳草兮，今只为此萧艾也。欲寻芳草去，表明他考虑归隐；惜与故人违，意思是他归隐唯一的顾虑正是要和老朋友离别了，表明他同王维友情的深厚。当路谁相甲，知音是所惜。这两句呢，说明了归去的原因。那些身居高位之人，又有谁能够提携我呢？一个谁字，说明他切身体会到了世态炎凉的滋味。而了解自己心事，赏识自己才能的人，只有王维。一个惜字，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知音难遇。这个冷酷的现实呢，让孟浩然自知功名无望，这才下定决心啊，再回襄阳隐居。因此呢，他说：“只应守寂寞，还眼故园扉。”只因二字呢，非常耐人寻味。作者认为啊，自己离开襄阳来应试，就是一场错误。原本呢，就应该只走隐居这样一条路的，所以啊，还是老老实实的还眼故园扉吧。王维和孟浩然呢，是山水田园诗的代表人物，并称为王孟诗派。他们的作品当中啊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字里行间却流露出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道理，耐人寻味。这和两个人的性格品行
都有很大的关系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两个人呢才成为忘年之交，在人情冷暖中相互成为知己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王维和孟浩然都有隐居生活的经历，不同的是呢，孟浩然的隐居既有不得已而为之的一面，也有性本爱秋山的天然，而王维的隐居呢，更多是官场生活之外释放自我精神世界的方式。王维呢有过两次隐居的经历，一次呢是终南山，一次呢是辋川。王维晚年曾经绘制了一幅辋川图，辋川图虽然已经失传，但是呢留有多个摹本传世。今天我们来欣赏北宋画家郭仲恕的临王维辋川图，来感受一下王维的隐居生活。这幅临王维辋川图呢，是以长卷的形式串联起辋川集里边诗歌所描绘的20景，再加上王口庄，一共呢有21景。从画面上来看呢，景色从画字冈、王口庄等这样一些建筑群开始，穿过鹿寨、木兰寨等山林景色，渡过南茶、七湖等湖水景色，最终呢以七原、郊原结束。临王维辋川图里边规模最大的两个建筑群呢，分别是画字冈和王口庄。但是有意思的是，王维的诗歌里呢并没有提过王口庄。这幅画作里头呢，王口庄应该是王维的住所，庄园里头楼阁林立，堂屋内呢是两张椅子相对摆放，左边的凉亭里主人和客人相谈甚欢，展示出一幅闲适安逸的生活场景。相传呢，宋代秦观在病中观赏了朋友送给他的辋川图摹本，觉得自己身临其境，不久啊居然痊愈了。这个说法呢肯定是夸张了一点，但是呢王维的山水画能够给人以精神上的陶冶和身心上的愉悦，确实是毋庸置疑的。王维和孟浩然这一对诗坛挚友都选择了隐居生活来寄托精神世界，这是文人世子内心不受世俗污染的一方净土。这样相同的理想让他们的友情呢更显得纯洁珍贵。